泡泡氣泡睇落咧就好繽紛、好夢幻。近日大家嘅身邊咧都出現咗唔少氣泡喎，講緊係疫苗氣泡、旅遊氣泡。大家有冇諗過呢啲叫法係點嚟嘅咧？咁原來咧喺英文入面一直咧就有 support bubble 支援圈呢一個説法。而呢一啲乜乜氣泡、乜乜氣泡，其實咧就代表咗一個安全圈，喺呢一個圈裡面嘅人可以自由互動。例如政府經常提到疫苗氣泡，代表了接種疫苗的人可以跟其他同樣打了針的人互動。政府今天下午就宣布了會以疫苗氣泡為基礎，分階段調整社交距離措施，星期四凌晨開始實施。在疫苗氣泡的基礎之下，食肆就會分為 A、B、C、D 四級，獲得放寬最多的 D 級。食肆堂食可以延長營業到午夜兩點鐘，每台人數最多放寬到八個人。不過所有員工都要完成接種兩劑疫苗，食客就要掃描安心出行，並且至少已經接種一劑疫苗。而另外，酒吧、卡拉 OK 等六類仍然關閉的處所，如果全部員工和客人都接種了一劑疫苗和使用安心出行的話，星期四就可以有限度重開。政府亦都會推出一個專門俾食肆用的流動應用程式，嘟一嘟就知道顧客有冇打針。如果顧客提供不實資料，就要負上刑責。不過有酒吧老闆咧就話呢啲措施咧要顧客打咗針先可以入去幫襯，咁會令到好多顧客卻步，咁仲會咧逼佢哋改去一啲唔使打針嘅地方消遣。咁佢哋預計啊，部分酒吧都會選擇結業。似乎喺疫苗安全圈入邊，大家雖然可以自由互動，不過都有限制。你又願唔願意進入呢一個氣泡入邊咧？除了疫苗氣泡，另一個大家經常聽到嘅咧就係旅遊氣泡啦。香港和新加坡政府昨日就宣布兩地的旅遊氣泡將會在5月26日啟動。特區政府就要求香港人必須在出發去新加坡之前最少14日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不過對新加坡入境旅客就沒有相同的要求，有人就形容這個是不平等條約，亦都有意見說政府是利用市民渴望旅遊心切，借機去催谷打疫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就解釋，特區政府是希望對市民有額外的保障。他還說日後和其他地方商討旅遊氣泡亦都會以此為起點。旅遊氣泡對你來說又是否吸引呢？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就認為，兩地居民都要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才是最穩陣。的確，特區政府要吸取教訓，嚴格把關，否則氣泡很快就會爆破，變成泡沫，到時就不是開玩笑了。海沙在香港隨處可見，近年它已经成为地球最珍贵的自然资源之一。有讲法甚至将海沙和黄金、石油相提并论。海沙和河沙是一个越来越贵的商品，即是你看到可能这十几二十年它贵得可能快过黄金。这十几二十年里面那些做到造成的工程不单止是在香港发生，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城市啊、国家呢，他们都 想做这些好像很大的工程出来呢，就给到好像大家一个希望和未来。建筑、填海、基建，他们也都是需要一些比较坚硬度和密度比较好、比较优势的一些沙。而未来任何一个城市，包括是大湾区又好，或者是一带一路又好，甚至全世界都好，其实越来越需要这些这样的建材物料。所以我们看到沙的资源有点像现在的黄金和石油。观塘完了工了，是不是观塘完了啦。何力智的公司在全球60多个城市都有建筑项目，曾经参与菲律宾一个涉及407公顷的填海工程。他从那阵时开始意识到海沙的重要性。City of Pearl
as a visionary new integrated. 業主嗰陣時喺菲律賓規劃完一個項目，咁而家進行投標，希望去起出嚟。咁佢哋其中一個痛點咧，就係點樣揾沙，因為填海其實嗰個成本啊，絕大部分咧就係去咗沙嘅原材料度。咁如果佢哋可以一開始揾到沙源嘅話，變咗佢嗰個施工嗰個進度同埋價錢，佢可以更加容易把握。咁所以我哋個業主咧就喺菲律賓揾咗個沙倉沙礦，咁就喺嗰度可以供應俾本地市場。但係佢哋研究咗之後咧，發覺其實東南亞甚至大灣區都好大嘅需求。政府喺2018年公布明日大漁願景，計劃喺中部水域填海，興建26-40萬個住宅單位。首期工程要填1000公頃土地，但系填海嘅沙从何来？呢个问题一直令人关注。每1公頃就系10000，1000公頃就系10000000。咁一般嚟讲，而家你填海可能会填喺海面上边，大概系5米。咁海底下边睇下佢嗰个海床嗰个深度啦。平均假如系10米嘅话咧。咁再加埋上面5米咧，佢就要15米嘅高度咯。咁所以成個體積咧就會係15米乘1000萬，即係1億5000萬嘅立方米嘅填料。80年代開始，藝學人已經參與填海同港口工程，包括天水圍新市鎮、葵涌貨櫃碼頭同大埔科學園等。他說業內估算明日大漁第一期填海需要的填料超過1億立方米，要這麼多填料去哪裡找呢？有人主張開山劈石，不要捨近圖遠，你直接我們的山，香港這麼多山，我在這裡刮皮，你刮它有好處，我刮平了開到路上去之後，我那些地又賺到錢的，所以叫一石二鳥，就這樣。大嶼山、芝麻灣嗰度附近咧，就好多山嘅。咁你可以將啲山咧開咗佢，咪啲泥附落去咯。呢個喺工程學，我100%認同。因為你填海或者你係造地，你一定係就地取材。但係你都知道，香港要解放啲農地出嚟，都好多多方面嘅考慮。咁你話炸咗個？灣甚至開山劈石，我相信有一定嘅難度。我就唔係好贊成呢樣嘢啊。咁因為芝麻灣個老人山係個地標嚟嘅，芝麻石林上邊佢亦都有嚿全香港最大嘅鋁子石啊。咁呢個牽涉到就係話大家願意定唔願意。咁但係就香港其實就開山嘅歷史就好耐嘅。咁你話喺香港即係重新開山劈石咧，可能咧喺環境方面啊，或者各方面咧，會受到反對嘅聲音咧。我盼望大家都睇到嗰個社會需要，亦都唔係單單講住教育、社會福利、休憩，我哋都有土地嘅需要。如果你冇新增土地，其實我哋解決唔到好多香港長期面對嘅問題。政府話會諗辦法解決填料嘅問題。根據發展局嘅資料，香港平均每年產生1500萬噸建築廢料，預計可以滿足人工島一半所需填料，其餘嘅就主要用機制沙。而家香港嘅建築廢料有部分會送往內地，運到柴灣，我哋俾錢嘅，就卸落個等選處。個等選咧，車去台山，台山喺度填海，嗰個等選就係我哋俾錢。雖然我哋香港點解咧？因為有人嗌話不准填海，咁就話反對又成，結果咧我哋幫人哋填海。不過，藝學人估計每年1500萬噸建築廢料只夠填750萬立方米，即係話要填曬第一期工程。如果建築廢料佔一半填料，咁就要填足10年。
我講，我其實係最想知嘅嗰個可能地底嗰個深度嗰啲情況喺邊地方做。其實本身已經一啲填料係會用緊喺一啲唔同的地方，例如政府而家都計劃緊。在中期裏面會做一個即係龍鼓灘的填海，那度是上200公頃，亦都會用了很多的一啲建築廢料去填料嘅，係啦。是不是真的足夠有那麼多建築廢料係用嚟做填料？係調轉頭先係個問題。如果明日大漁用海沙、河沙嚟填海，又得唔得呢？建築師何力智話：數量好有限。即係如果我化翻落去大灣區或者廣東廣西，就係供應每年其實講緊係幾千萬立方，喺東南亞一年嗰個量都係講緊由幾百萬去到一兩千萬立方。由於供不應求，海沙、河沙價格飆升，而且一沙難求，興建中嘅香港機場第三條跑道就因為供應商交唔到沙。導致填海工程延誤18個星期。最緊要嘅就係要沙源或者建築嘅原材料穩定嘅供應。你哋唔想開咗個地盤填緊海，突然之間停幾個月，咁嗰啲工人啊、機器啊就全部喺個地盤嗰度焊住咗。咁所以喺工程界咧，其實穩定嘅建築原材料係重中之重。所以我哋嗰陣時就做咗啲研究，睇下譬如新加坡嘅做法，佢哋有一個沙倉，喺任何時間佢哋儲緊大概8000萬至1億立方嘅沙，但係唔同時候唔同價錢買翻嚟，因為新加坡係冇天然資源，咁所以如果佢要擴展自己個土地嘅話咧，佢一定要一早未雨綢繆，儲定啲沙。我哋其實初步咧就喺業界啦，同埋民間組織咧都有倡議一個大灣區沙倉同埋沙嘅交易所嘅一個概念，目標就係希望我哋喺大灣區可以儲存1至2億立方嘅物料，係作為填海或者基礎建設嘅原材料之一。疫情過後，大部分嘅投資係去咗實體經濟嘅基礎建設，深圳三跑已經係嚟緊嘅啦，澳門亦都係想擴充，咁我哋依一個緊張局勢，對於沙嗰個要求，我哋預期係互相競爭，不如我哋大家坐埋傾下點樣可以打造一個可持續發展嘅平台，就大家都可以根據政策上面嗰個支持。是可以找到穩定的沙源。發展局回覆我們說，會詳細探討有關填料的供應事宜，並制定良好有序的規劃和流程，務求令供應和價格保持在可控制範圍。一般來說，填海物料費用只是佔總填海費用的小部分，因此物料價格變動對整體費用不會有太大影響。國家安全教育日之後，社會開始討論啦，應否規管假新聞？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就表示，如果有法例針對假新聞咧，將會係一件好事。但不過，如果立法規管點樣定義假新聞咧？點樣防止喺錯誤信息流傳嘅同時，又確保規管唔會變成打壓傳媒嘅工具咧？嗱，今日我哋就請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同埋記協副主席兼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陳朗星同我哋一齊傾下，歡迎兩位嚟到先。你好，你好。嗱，我哋喺傾呢個點樣規管之前咧，不如就先講咩係假新聞。嗱，你哋嘅理解，即係假新聞應該點樣定義啊？我答先。當然，當然就住假新聞，我哋認為咧就個層次可以擴大啲，因為我哋本身一路都強調咧就係嗰個假資訊。假資訊當中係包埋假新聞。而方眾咧，大家都留意到，其實大家都想揾到事實嘅真相，大家都想睇真嘅嘢，唔想睇假嘅嘢。咁所以立法規管呢個假資訊咧，我相信係大家都應該要贊成嘅。同埋亦都好坦白講啦，即係喺文明社會，其實假
假嘅資訊咧，應該係市民嘅公敵或者係文明嘅公敵，所以都應該係予以規管。至於定義方面咧，簡單一個例子啦，譬如好似新屋嶺啊，即係網名金正恩嘅人士咧，佢就係因為佢散播謠言而造成一啲後果啊，亦都係一啲真係有人圍新屋嶺啦，咁所以咧佢就去判刑，咁啊判刑亦都係加重咗啦後期嚇。咁其實好簡單，就係無中生有嘅一定係假。咁假嘅嘢係咪要規管呢？應該要規管。頭先就提到一個謠言，咁呢啲係咪假新聞呢？陳老師，其實就今日一開始呢個討論咧，當然好開心啦，有阿國賢喺我哋中間一齊去討論啦。但你話如果更加需要，其實需要一哥喺度，因為近排呢個討論就嚟自佢嘅。咁佢又提有幾次啦，佢又提到話，即係喂呢個佢自己即係警務處執法部門啦，咁啊就話假新聞同埋啲偏頗新聞危害公眾利益，咁警方要研究。但大家都知，即係警務處不嬲都係一個執法部門。無端端要去研究個政策咧，其實係有啲怪嘅，所以其實應該叫話一哥嚟咧，大家一齊傾咧就會可能會全面啲。我哋有邀請過，係嘛？好希望一哥真係應承啦，我哋下次有機會同佢再喺呢個平台度傾啦。嗱，其實我諗阿國議員都理解嘅。假的消息其實一路都有，我哋細細個三四十年前都有，不過以前可能大家口耳相傳或者傾電話啊嘅時候去處理咗，咁而家有互聯網啦，咁所以即係啲消息會流通得比較快啲啦，嗰個嘅傳播力會影響大啲啦。但大家都會承認嘅就係喺嗰個互聯網裏面，其實大家去假新聞或者嗰啲假消息嘅流量大啲嘅時候，其實要去澄清嘅時候，嗰個反響或者嗰個速度都快好多。譬如近日有一張相啊，好不雅嘅，有啲警察制服嘅人士咁樣，有啲不雅嘅動作咁。其實警方即日已經澄清咗，咁已經冇乜嘢可以再去即係討論，或者又冇乜嘢需要再去理解。即係其實個互聯網嘅好處就亦都係佢唔好處啦，就係佢當然佢嗰個傳播力係好強，但係佢強嘅時候咧，佢嗰個嘅澄清啊，或者嗰個嘅修正咧，亦都好快。咁我諗大家都會見到呢種嘅轉變咯。不過雖然話即係由細到大都有機會會掂到假嘅資料啦，又會有騙案啦，又會有其他嘢。但係大家要留意嘅，大家唔等於即係由細推到大，唔等於你要去認同佢嘅存在。呢個第一。另外第二咧，我相信專項嘅法例係重要嘅。點解咁講咧？嗱。點解一哥咁講咧？一哥就係我執法嘅啫嘛，你有法我咪執咯咁。而家問題咧，大家睇到嗰個簡易治罪條例咧，我哋研究過嘅，即係話佢要有個煽惑嘅假信息出嚟啦，然後咧就要引申咗一個罪行或者人哋犯嘅罪行，又或者一個效果，佢先至可以將兩者連結，然後處理去定罪或者控告嘅。咁但係往往證實呢一個聯繫咧，其實呢個關聯咧，其實唔容易。如果法院處理到當然好啦，但係最擔心就係如果處理唔到係點咧？所以如果係有一個專項嘅法例嘅話咧，其實就由源頭着手啦。即係總之你係刻意去製造一啲假嘅資訊啊，無論你個意圖係點，或者總之你做咗一個令到社會，譬如我哋上年做過一個叫做十大謠言的選舉咧，其實當中都出現了一些情況，就是大家都認為不會有好處的假資料，係啦，咁啊一定是壞處，咁啊會撕裂社會啦，會操縱人的情緒啦，同埋會散播仇恨。咁所以去立專項法例規管假的資訊咧，我相信社會越嚟越有共識嘅。就頭先我想補充翻，你就提到話，即係無論嘅意圖係乜嘢。總之係假的就要即係有個專項嘅法例去針對呢個假的資訊，就要有一個嘅懲處啦，係咪咁嘅意思？我想起碼要有個阻嚇性先啦。即係當然你去到下一步就是究竟罰則係點？但係問題就是我哋唔容許社會被假資訊去迷惑，或者係去做出一啲佢哋預期嘅嘢，或者唔預期都發生咗對社會有危害。係專項法例去執。所以其實頭先阿國議員講嗰樣嘢咧，其實正正係反映阿國議員果然係一位專業嘅立法會議員。其實我哋立法嘅時候，通常都要睇兩個重點。第一就係究竟呢個嘅罪行對個社會嘅影響有幾大？頭先都講咗，即係其實喺個隨住資訊科技嗰個嘅流通啦，其實假嘅消息要去澄清咧，而家係可以好快。第二就係你揾唔揾到究竟係邊個人去犯呢個罪？嗱，如果我哋講到專項法例要去打擊嘅時候，就會去到問啦，究竟係要打擊製造呢個消息嘅人啦，要打擊發布呢個消息嘅人啦，要打擊去傳閲呢個消息嘅人啦，定係打擊去針對回應呢個消息嘅人咧？我哋作為新聞界就會好擔
擔心啦，因為當我哋去即係幫手啊，或者叫做喺個社會裏邊有一啲嘅所謂有爭議嘅消息或者假消息，我哋要去回應嘅時候，我哋無可避免係要將呢個消息講多次嘅。咁會唔會都會跌入個法網裏邊咧？會唔會都係成為咗一個幫手去傳揚呢個假消息嘅説法咧？咁樣會唔會討闊咧？嗱，講到佢頭先話傳閱都可能會誤墮法網，會唔會有咁嘅機會？我諗第一我哋要針對咗佢製造謠言嗰個先啦。如果你再無限延伸嘅話，可能永遠都傾唔完。另外就係有個情況，大家就會話：，你有人傳假消息，你政府嗱嗱聲去澄清咪得咯。咁但係發現咗一個情況咧，澄清永遠都要時間，因為佢要做 fact check 啊嘛。咁所以個時間一定唔係即時。咁你當中會唔會俾人已經信咗啦、入咗腦啦、做咗影響咧？同埋我自己有個好深刻嘅體驗咧，就係、是。希望不要再太多時間，就是譬如網民啊，即係會在我的 Facebook 度留言啊，就話郭偉強揸住部 BNO 咁，跟住我最初咧我都好有即係好有警惕咧，就係、是、要答佢我冇，一定冇。咁但係佢而家都仲寫緊嘅，咁問題就是當佢寫得越嚟越多，寫到我都費事答佢嘅時候，會唔會有人信咗咧？呢個係如果我永遠都要不停地去澄清，我的人生就沒有了，我人生只是用在澄清那裡。其實如果反映回個大社會呢，就是大家是不是要做這麼多內耗的事去不停地澄清，其實澄清本身是一個內耗來的。如果本身沒有假新聞的話，大家不需要花那麼多人力物力去搞那麼多澄清的工作。是假新聞你說完全要，或者假消息，或者你覺得不認同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可以你不澄清他就如果完全不出現就那當然是最簡單啦，但是大家都明白難一點。但其實我想說就是剛才郭議員提到那個條例，因為我研究過工聯會都說過簡易治療條例的問題，但大家都要留意，而其實本身在《刑事罪行條例》裏面第九、第十條都是有一個即係針對煽動文字的一個説法。咁即係你用一些假嘅消息嚟去煽動咧，其實本身都會有刑責嘅。咁而家其實都有案例，不過佢未判決嘅就係譚德志都係因為呢條條例咧而即係而家係還押緊。所以你話係咪完全冇執法咧？就唔係嘅。至於針對你譬如話郭偉強攞 BNO， 其實本身呢個問題喺誹謗條例咧，你都可以處理到。因為我其實都觀察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啲專項嘅法例，特別亞洲地區，譬如之前喺馬來西亞或者而家喺新加坡都係，其實係保障咗一啲咧有公權力嘅機構，譬如政府，譬如新加坡個反假新聞法咧，就好明顯係保障政府嘅權利。執法嘅決定咧都嚟自政府嘅部長。咁其實就呢個就令人好擔心啊！即係本身有公權力嘅組織，佢哋已經係有權力㗎，可以執法㗎啦。再有一個假新聞法嚟去保障咧，其實毫無疑問咧就會對言論自由、對新聞自由有一個個衝擊。反而就想問一下阿郭生啦，即係你覺得喺嗰個新聞自由同埋言論自由中間，其實嗰個拿捏應該係點咧？最好梗係冇假消息啦，咁但係人哋真係唔覺意或者有意無意講錯咗，講啱咗係咪？即係講呢個外國記者協會都有問啊，鄧炳強處長嘅就點樣去保障呢個新聞自由咧？咁我諗首先剛才阿陳副主席咧就提過新加坡呢個例子，其實新加坡當然有佢自己嘅一套啦。咁但係其實大家睇翻美國大選好清楚，Twitter 咧就要特朗普咧下架，即係唔好俾佢講。咁其實但係當時特朗普係在位㗎嘛，所以其實法例是雙方的，即係唔係話喂政府拿嚟用的，其實是法院去判決的嘛，所以其實大家要對法院有一個信心咯，呢個第一。另外就是點解 Twitter 主動有反應呢？其實很多國家的反假資訊的法例咧，其實都是要呢些資訊平台自己去做一些管理，係啦。如果唔係，佢就要做大額的賠償啦。新加坡是50加幣啦。如果德國係大啲啦，500萬至5000萬嘅罰款啦。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個判罰咧都幾重嘅。你講 Twitter 嗰個問題，你問我個問題，唔好意思，我答埋你先。好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咧，其實當然大家一定會攞出嚟講嘅。咁但係大家可以睇翻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嘅國際公約啊，裏邊講得好清楚，大家都有發表嘅空間，但係有啲操守要跟嘅。當中好明顯提到就係、你要保障國家安全啦，要保障公眾秩序啦、公眾衞生啦，即係呢啲其實大家喺個守則度睇到。咁所以我覺得又唔需要話。
一搬搬一搬咗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嚟咧，然後其他嘢都唔喐得咁，我覺得唔係咯。所以正正阿郭生應該其實都應該係支持我哋呢個睇法嘅，就係、是、因為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經講咗咧，其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即時嘅公眾危險咧，本身呢個嘅言論自由已經係一個界線嚟。即係換句話講，而家我哋刑事上條例裏邊嗰啲煽動罪啊，或者國家安全法裏邊其實都有類似嘅保障啊，已經有類似嘅規管㗎啦。所以唔係冇法例嘅，咁變咗唔係冇法例嘅時候，係咪仲要做一條法例出嚟，而令人擔心會影響咗新聞自由同埋言論自由，亦都擔心係會影響到我哋嘅電視嘅直播去到呢度先睇一睇。